现在还有没有别的鸡胸肉了？还有两块。我能不能直接我就煎一块？对比一下口感，我们也很好奇。对，看一下口感到底有什么区别。这个是真的要比较一下了。好，雨宁的鸡胸肉已经煎完了，我们待会儿就比对一下，到底是哪个口感更加好。你缓一会儿，我帮你剁一会儿，用不用？啊？你们休息一会儿，我给你剁一剁。来，可以吗？来。推荐官可以的。你看，像刘雨宁这样帮忙不算犯规。来个马蹄刀，来个马蹄刀，马蹄刀。这是厨师之间知道的，叫马蹄刀，有什么好处？就是当因为这个动作是很容易使到肌肉僵硬的，当它有一个节奏的话，它会可以长时间的坚持下去。好，来个将军步。将军步这样多吗？是这样吗？将军步。战马步，对的。是这样吗？是吧？对。还有太极刀。太极刀。差不多了啊。我们的景轩能得到多少分呢？哇，太可怕了。淘宝买菜，先出一百，待会儿见。淘宝买菜，先出一百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淘宝买菜冠名播出的《先出一百》，上淘宝买菜，实惠又方便。雨宁的手太好看了。环节就是给宁哥秀手的。咋了宁哥？我自己给他捏碎了。嗨，我再弄一个。我想问一下小林哥，专门的这种雕花师傅的话，他最快一个小时能雕多少个？一般的话呢，五分钟就能雕出来。不是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雨宁这边默默地看了一下自己手上的活儿。没有，那种还有一种花其实是简易型的雕花，就是速成的，两三秒就能雕出来的，也有那种。就是、你两秒给我雕一个，可以，拿来。既然这样，我把工具都带上了。哇！没有，这里的，随时准备着。哇，你这个工具简直了，好专业啊！我的天，太帅了，帅爆了！哎，你坐我这儿来，我坐你那儿去。一、二、三，这种不是很漂亮吗？不是一个花了吗？好像那个泰国那种别在头上的那种花，鸡蛋花，跟雨宁的比起来，确实。比较难，确实比较难。哇、wow, 好品种。我就看到雨宁那花瓣一片一片掉。雕花雕的全身颤抖，真的是使尽了全力。我的天哪，我感觉手都要断了，赶紧我抓紧时间，别打扰我。志勋现在开始在雕这个白菜了，白菜花，对，他要雕九个花，这有点难。志勋现在是剁一个馅，对，是吧？剁一个馅，然后想把那，哎，你来，咱这还刚好准备了有这个。
我天哪，我天哪，我妆都没化，我妆都没化，来来来，来吧，没事。就这样戴的，戴进去两边一套。好。我天哪，来，我帮你们干活活。那交给你了，剁蒜是不是？蒜蓉，哎呀，哎，来来来吧，来给你们帮忙啊。哎呀，雨林听到了这个熟悉的这个剁刀的这个声音。哇，雨林的蒜蓉剁好了。今天呢，所有的菜用的蒜蓉都是雨林剁的。好，哎。而且呢，这所有的菜要没这个蒜蓉啊，味道就差很多。差一层。哎呀。哎，接下来雨林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川渝版的红油。对，川渝版其实呢很多地方做不出这种正宗的这种川菜，红油是很重要的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备一点这个菜籽油，另外呢一定要备一点这个八角、香叶、花椒、辣椒啊。对，然后呢还有这个郫县的豆瓣酱、豆瓣，再来一点姜葱蒜，这些原料呢就可以炼一个辣椒油了。香料我们先放到里面去稍微煮一煮它，这样煮一下呢。辣椒干货它会醒味，对对对，它的味道会挥发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倒成来了。哇，你看是不是更香了？雨林哥现在炒菜是不是很熟练了？已经没有，好久没动了。现在不拿刀了，是拿剑。哎呀，真的是。雨林啊，这个横店搞了这么多拍戏电影，改天搞一部这个美食的电影啊。对呀、啊、我不等你投资吗？哎呀，那如果有这么机会你一定要来哈。我得来啊。接下来就把这个油下去了啊。重口味的菜尽量用菜籽油，三层的就可以放下去啊。对，豆瓣是川菜之魂。嘿，这动作有点像家里面平时煮菜了。对，炸到那个辣椒豆瓣有一点点干了。没了没了。哎，这香味就慢慢的出来了。哇，好香啊，太香了。这个节目录得好开心，我觉得每次到那地方就做好吃的。哎，又来看看老朋友。是的是的是的。香啊，绝了。控一控它。哎，对，只要那个油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香！雨林的这个辣椒油，相当于今天就做了三道菜，是不是？因为待会儿呢，我们的毛血旺、鱼香肉丝都得用到这个油。行，那你今天做完，我要尝一尝啊，必须的，给我送去好不好？送到剧组那边。好嘞，必须得送啊！我得走了，我得走了。真的吗？我录音去。太感谢了，没事，谢谢谢谢。你过来看完以后，我做菜都觉得特别有灵感。加油加油，谢谢雨林，谢谢。好的，可以，谢谢。行，那我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拜。好，对，三道大菜嘛。你看你身后宁哥在那儿削苹果的，这是完全两个画风。哎呀，雨林咱今天弄点啥？我今天做个拔丝苹果。哇，我最爱。那我真的好期待这个拔丝苹果，因为我真的没有见过。然后再做个我经常在家吃的一个面条，嗯。哇！啊！遇见你，嗨！雨宁啊，哎，咱现在咋样了？我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的，正弄着呢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非常稳。很多人这个质疑我可能不太会做饭，主要是谁质疑你不会做饭这事儿啊？嗨，旁边邻居，邻居，拿枪的那一位，街坊啊。
林哥在，你来得及吗？我今天给你们扮演一个翻车的嘛，好不好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天天说人先厨超时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弄啊？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，真的是。哇，你们两位好暖哦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哇，真的吗？来，你要把那个肉剥出来啊！对，肉剥出来就行。雨宁这个真的非常耗工的。明白，我们也有团魂，这属于录了十二期了。我这已经是粉丝了。哇！拔丝苹果。哎呦！哎呀！小心！雨宁，你那火候掌握还挺好。雨宁就一定要做好，特别帅，特别帅。哇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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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百米冲刺，百米冲刺。这是白糖吗，雨宁？对，白糖，就白砂糖。哦，拔丝了，拔丝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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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拔丝苹果来喽！哇！哇！简直人生的幸福！可以，雨宁。哦。哎，雷，面煮了没？面还没煮，嗨。面还没煮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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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面条。哇！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神秘的师傅啊，龚鑫老师，好不好？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呢，就要来教我怎么来制作这个斧子，好不好？这个斧子是比较简单啊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入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的模子，就是照这个模子然后刻出来，对不对？哇，做得好啊！接下来制作拖鞋，怎么粘？还是您教我？我先在边上刷点水。好，像汉堡稍微这样给它往里折一点。教。哎，这个就有点难了，我觉得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哦，这个不太行啊。哦，我来弄。真的跟修鞋似的。可以了，那我们现在就烤它。哦，还要烤。雨宁哥，你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哇！那所以接下来就我们就可以上色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这个喷的是什么呀，雨宁哥？就是食用色素嘛。哦。哇，做得好啊！哇，好。我们要刷金粉。嚯！然后这是用糖化了之后去粘，嗯，这个真漂亮啊，这个。那大家说我做的像吗？像啊，好的好的。那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哎，还有一群人在跟 vlog 互动。好，谢谢雨宁。